报告你来。哪一瓶啊？所有。快点！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很少闹情绪，想想就好笑。我又没有闹脾气。嗯，那是为什么呀？是因为 Cindy 针对你？ 他才不是那种人。是因为我没站在你这边，没帮你。你的选择哪会有什么问题呀？那是为什么呀？魏婷姐。哎，程先生，这两天芳姐情绪不太稳定。 他特别怕你们俩会因为他离婚，他说要上楼监视你们，刚刚拿着钥匙上楼去了啊！你们可千万别刺激他。哦，好。妈，来了。妈，俊远，妈。 嗯，怎么了？我楼下的水管坏了，在你们这儿住几天。哎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，来来来，我给你。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我睡客房就好。啊，行。刚才丁姐给我打电话，说妈最近情绪不是很稳定，正常，所以还是顺着她点啊。志远啊。哎，妈。 你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，告诉我，给你做。啊，妈，您做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<笑>好，那你们吃完饭，别管了，这些盘子碗我来收拾。哎，我们收拾行了，你们吃完饭下去溜溜弯去。 睡了啊！妈，我们睡了啊！妈，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就睡我这儿吧。那你睡哪儿？我也睡这儿。 我意思是说啊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我再过半个小时我回去吧。那万一你妈明天早起呢？发现我们两个又分房睡？没关系，反正也就这两天。你妈只要觉得我们两个没什么事儿，应该就回去了。嗯，我睡地上吧，你睡床上。我的房间啊。 我说了算，我去拿被褥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这是褥子，放地上。放这儿。对。好，你不管了，我来。哎。 得拿个枕头吧。这想问你的，不介意给我个枕头吧？那你的房间你说了算，你的枕头也你说了算。谢谢。都睡吧。要么我睡那沙发，你睡床吧。谁的房间谁说了算？晚安。心脏有一个圈。 月有一个剑，太多人步履危险，独一个顽强。
看一半喜悦推我们到重逢的街，我们是两个班。志远，小陈，吃早饭了。早吗？早早早，来。哎，我来晚了，快吃快吃。就两碗，慢点吃。你先吃吧，吃了上班。好。哎呀，又是我最爱吃的馄饨。是我最爱吃的。成全一句誓言，心脏有一个圈，誓言有一个圈，我一直不虑为谁找一个完结，囚禁我凭想念，方向感凭直觉，相遇之前我不在乎我多肤浅，慢走啊，不在乎勇敢多危险，反正我严小晨，恭喜你，我天哪，耶，继续加油继续加油，你加油，走，来工位，太厉害了，天哪。